等车吗？夜不夜？嗯，有点夜哦。为什么我总是提裤子？来，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今天咱们家厨房得换一个大一点的灶，因为家里面如果一旦有什么客人的话，炒那个菜那个火特别特别慢。去试一下用炒菜锅的那种，咱们去看一下，走。几个几多钱？几个嘞？要是我要是工地或者啊炒排汤之类的话，你可以要张单的。贵啊，老板要吊缸哦，买个200的可以可以给他们吊缸哦。贵个蛮好用嘛。200了。你看两百块的了，你看还有是吧？没有。你烧串龙没？三的那么多。啊？好鸡的烧串龙哦。怎么笑啊？笑吗？刚刚买的菜呢？哦，老板你哪东西啊？收干呀？你晓得我喊的老板。那现在他不是降了吧？来，看这样子没像好的样子。很脸啊！干啥？啊！打了吗？因为我给了那个。拍拍，没，拿个，那个，这个还给老板娘。怎么打赔啊？哦，几个个嘛。还有大的你们啊？还有大哥，我牛家里面弄好了，大的贵吗？包。再来搞笑了吧？就过家儿媳呢？65。什么？65。一个一百八。就哥大的几多最少你讲？嗯，啊？那贵的嘛？大的没得。有三个给你了。要买灶，要买锅不？两个意思讲要几多？你算啦。250啊？250啊？250那买的。258。258没算了，赚多伤心。来，270。刚刚讲的是180。我不要跟着你讲了，好了。250了。好的，270，我要少了，要少了。来，我回家算180给你了，好吗？180。我算80给你。180，几多？就说你80嘛，就是多干脆嘛，你自己算了。来，180加上80嘛。哎。那我讲280行不行？整个的。26给你了。那我讲258行不行？整个的。那给了。哦，要乖呀！天啊，你我不要干，哎呀，再干一下干嘛呗？再跟他走，给回来就238了喽。那不是，走了，先走先对方。没有点了，我没有钱了，那不干的，我有点没有钱。老板娘，给双筷哦。老板没讲话，老板讲话的跟老板娘会收你的钱哦，这样就花。对吧？哈哈哈哈哈哈！那几个营收的多没？就2块没？12块，那个10块的了。没有变价嘛？你是八了咯？嗯，你再给多点还要给贵点。乖喽！加这个的话，3块5得了。就没是7块钱一个的喽。下来个8块。那大的没是便宜点喽。大的是嫩的嘛。怎么了？还新鲜那几个？268。嗯。三个生头。生头。你要给我红布，再生理。哈哈哈！嗯呢。你好像是很搞笑似的，那老板那么笑似的。吴老板在家。好，谢谢。二位，嗯，哪个哪餐？我隔着屏幕都心痛，隔着屏幕都闻到一股心痛的味道。偷菜吧，钱给了，提裤子，现在裤腰带都。
绑紧一点啊。你哪一个啊？不要拍我了嘛。刚才这么漂亮不看。拍了晕了就回去了。哈哈哈哈有没气不气熟了气熟了都快来你去哎呦没有没有拜拜辉哥没影后管老板娘们拜拜快来干加买钱要打的好今天我们买的这个皂是花了180这个这个锅是78就是258加了一个碗10块钱就是268是吧嗯就是这个灶我总觉得它老贵的还有这个锅好像贵锅有点贵是吧锅有点贵这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锅有点贵哦嗯鸡呢鸡不贵你看讲这种话对不对别了买也买了你希望以后这个做饭做菜交给你的事情做快一点了是吧这话说的啊你看这话说的没有毛病吧嗯行那咱们现在回去吧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期再见拜拜开车走了到时候